都会抢到。这个大小声竟然敢跟我拿全集手套，请大声一点。还没有吃午餐的请举手。大家都还没有吃，这个是跟主持人一样。所以主持人这么大声，你们要不要更大声？要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想到猫咪，你就想到。有没有朋友呢？在那边站了半个小时，可是现场拿到全民头套有没有？拿到的人都去哪了？都离开了，所以大家拿完都离开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好，最喜欢你们这种在手中快速就给大家拿礼物吧。我刚刚没叫长大。我小心会拿错的。对不对？觉得都没有送到你们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后面有大奖嘛，好吧？好，来大奖都送给大家。那前面的朋友，请问一下，前面后面的朋友仔细听好了，一个、两个都前面，几个最后一个，大家仔细听好了。请问一下大家，想要拿看到零下196度去开战的极限开门，想要亲自的目睹那么可爱的救命之恋，请问一下，你要到哪里？是有原因，因为大家都太冷静了，不要这么冷静，我们马上。